中实基本面为你的交易负责。大家好，我是富帅。那么欢迎来到我们富帅每周谈的第二期节目。上期节目呢，我们给大家去讲解了一下关于价值投资的入门课，以及价值投资的一个最终的一个落地的市场，我们选择的是美股市场。那么今天呢，我们上来要进入到的几个重要的点。第一个点呢，不光是美股市场，全球金融市场都非常关注，包括影响力非常大的什么？美联储的6月份 FOMC 会议在周四凌晨刚刚进行的一个什么宣布和落地，那么市面上有很多的解读，那么今天我们给出独家的5大看点。好，那么这是第一部分。第二部分呢，我们会给大家去讲解一下我们金股堂，就是我的一个组织，我们的一个团队在5月底一直到现在半个月时间，我们的投资组合到底真实情况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我们来做个组合复盘。然后最后呢，我们再给大家分享一个投资干货啊。那么很多朋友呢，在最近特别是美股啊，发现指数在不断新高，有很多的明星股啊，比如说英伟达，对吧，在不断创出历史新高。那么有恐高症，也不知道该怎么上车。那么 OK， 我们这个干货的技巧将会教你们如何赶上这班列车，好吧？那我们这一次课程这班车正式开始发车了。先进入到第一部分。好，那么这一次呢，我们关于6月份的 FOMC 会议啊，给大家带来5大看点啊。我们先简单看一下这5个小标题，接下来我们一个个给大家详细解读。那么首先要给大家去重点解读的就是6月份的声明稿啊，就是美联储这次开完会之后，它官方发布的声明稿跟上一次4月份的版本有什么样的区别？那么我们把2个版本做了一个非常详细的对照。那么我们可以看到，红色字体是相比4月份有内容更变的地方，而白色字体呢说明没有变化。所以换句话说，从颜色来看的话，整个字体的一个变化其实怎么样，大部分都没有发生改变，对吧？就是维持原来我们就是4月份当时的一个纪要的一个声明。那么重点发生改变的这几个小的地方主要是什么呢？那么我们接下来给大家去捋一下，一共有4个要点。那么第一个要点，我们把它简单归纳为是3个不变1个变。3个不变是什么呢？第一，美联储维持了利率不变，我觉得现在还是在0%到 0.25% 的一个基准利率啊。那么这个也是符合大部分人预期的啊，因为今年是基本上是不可能会加息的，对吧？那么同时呢，也设定了一个目标啊，什么目标呢？就是首先要保持它的最大就业的一个水准，同时呢还要怎么样，让通胀达到2%的一个标准啊。那很多朋友说了，老师不对啊，最近这段时间美国的通胀不是已经超过2%了吗？那照理来说不就是应该达到它的加息目标吗？那这一次呢，我们也发现美联储的纪要当中你看一下第3点，允许通胀在一段时间内超过2%的水平，就是他们的一个目标的一个平均通胀水平。那什么意思呢？就是美联储认为他们现在就是现在美国的一个通胀只是暂时性的由于去年的低基数包括近期的一些待会我给大家再去详细的解读一下，就是有些通胀的一些分项它是临时性的一个拉高。那么等到这些临时性的因素过去之后呢，接下来就是美联储才会去关注实际的一个通胀到底是怎么样，就是现在是能够容忍的， OK 吧？就一个就业，还有一个是通胀的一个情况。好，然后第2点呢，就是关于美联储的之前的一个量化宽松的一个 QE 购买规模，那么这一次也是维持不变。美联储现在每个月还是保持1200亿美元的一个购债的一个金额，然后其中800亿呢是购买美国的国债，有长债有短债有中期的债券。那么另外400亿美元买的是什么呢？买的是美国的跟房地产有关的 MBS， 叫做资产抵押债券好，那么这2个金额现在也没有发生变化而且呢也是同样的目标，就直到双重任务就业通胀同时达标，并且有实质性的一个进展为止，他们才会考虑缩减这样的一个购债规模所以现在目前保持不变。好，那么唯一发生变化的就是刚才给大家讲到的，就是红色字体部分主要更改的是什么呢？随着美国的疫苗施打，现在美国对疫情的一个对于经济的影响其实正在下降但是呢他们仍然强调未来美国经济前景仍然会有一些不确定的因素，这个不确定因素待会会有图表和数据给大家讲解一下。好，那么简单来说呢，我们光看这次这一份声明表的话，其实是很什么是偏向于鸽派的，因为市场预期的紧缩这些这个无论是动作还是预期都没有给，反倒呢还给出了一个什么？还给出了一个疫情的一个影响在衰减，看好美国经济未来的复苏，对吧？所以是一个偏向乐观的一个声明稿。好，但是呢，为什么市场当时很多的机构都给出了一个什么美联储什么大鹏展翅，对吧？然后呢，这个雄鹰归来啊，说这次的一个议息非常的鹰派，主要原因就在于这张点阵图。好，那么第一次接触点阵图的朋友啊，先给大家简单的去这个教学一下，就是怎么来看点阵图，或者点阵图是什么。那么美联储呢，它每次开会啊，就是现在的话呢，是有18位联储的官员来进行开会。那么美国呢，又是一个民主的国家，大家都知道啊，是投票来决定，对吧？然后呢，无论是美国的国会啊，还是美国的这个美联储啊，大家都是什么投票来决定，然后呢，少数服从多数。所以呢，一个点就代表参会的这个联储的官员呢，他认为在这段时间美国的利率应该保持什么样的一个水准。比如说2021年，你可以看到18位官员，所有人都认为美联储应该保持0%到0.25%的一个什么，就是不变的一个水平，看到吗？就是我们的第一排，大家都选择啊今年不加息的一个判断。但是呢，到了2022年，你可以发现怎么样？是不是有些点啊？这边有7个点，是不是往上浮动了？那说明有7个人认为美联储明年要加1次息，或甚至要加2次息，对吧？但是大部分人还是认为，2022年还是要怎么样保持不变啊？因为少数服从多数嘛，所以我们要判断的是什么？是中位数，对吧？所以中位数2022年还是在保持零息的一个水平，但是到了2023年就不对了。2023年的中位数在哪里啊？你可以看到，中位数在0.5%到0.75%。那换句话说呢，大部分的官员是怎么样？就是超过一半的官员是认为2023年要一次性连加2次息，就是利率水平要上升2档。这就是当时这张图发出去之后，美国市场当时的一个恐慌。你可以看到美元怎么样，一根大阳柱直接冲上去了，对吧？然后呢，黄金、白银大跳水，对吧？包括昨天晚上，有色金属啊、能源，对吧？包括美国的国债收益率是不是都在往下走啊？那说明什么问题啊？说明市场怎么样？市场在非常的担忧啊，这个美联储的一个加息要比他们想的要怎么样？要来得更快啊。那么这个是点阵图当时给我们透露的消息。点阵图相对来说是鹰派的。那么除此以外，我们再来看一下，我们同样对比了啊，上一次点阵图是3月份公布的，跟3月份相比的话，你可以看到，2022年认为利率要上调的增加了3个人，然后2023年认为利率要上调的增加了6个人，而下调的1个人都没有。这再次印证了什么？我们前面讲的观点，就是美联储的内部其实已经有越来越多的人怎么样，从原来的中立啊或者鸽派啊，慢慢再往鹰派这个方向在发展了，好吧？好，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这是昨天晚上啊同时公布的美联储制作的几个他们非常关注的一些经济数据的图表。那么第一个呢叫做经济不确定性图表。那么这个图表呢，指数越高，它主要是针对4个美国的这个经济数据啊，一个是 GDP。一个是这个失业率，还有一个呢是 PCE， 就是美联储关注的一个核心通胀数据啊，一个通胀数据。然后呢，还有一个是那个核心 PCE， 就是核心通胀数据。这4个数据里面，你可以看到，GDP 和这个失业率相对在高位，但是呢有一定的企稳的一个迹象啊，说明他们的不确定性呢目前是控制住了。但是你可以看到，无论是通胀 PCE 数据还是核心通胀 PCE 数据怎么样？是不是都在往上抬头啊？那换句话说呢，就是对于美联储来说，他们认为未来通胀的不确定性正在提高啊，这是他们想着重去关注和要去盯的一个目标啊。这是第一张图。第二张图呢，叫做经济预测风险权重的图表啊，什么意思呢？刚才是不确定性啊，你可以理解为是一个风险。那么这张图呢是什么？就是他们所关注的这个权重部分的一个高和低。那么我们可以看到，无论是 GDP 还是失业率啊，都接近0轴。那么相对来说是怎么样？就是我们可以理解为是这个权重啊，是相对来说是可以控制的，对吧？但是你可以看到，同样的 PCE 和核心 PCE 怎么样？是不是都在快速往上拉高啊？那说明未来美联储去关注这个通胀的，通过通胀来预测这个风险的一个权重的一个比例正在快速的一个提升啊。那么也是再次的告诉各位，未来美联储可能不光要看怎么看就业、看 GDP， 反而要更多的要去控制和关注通胀的一个快速抬头。那到底是真的是这个他们现在所认为的乐观的一个临时性通胀，还是说这个通胀真的就一去不回头了？这是我们后期要重点关注的，好吧？刚才我们讲的是第2点啊，我们接下来讲一下第3大看点，就是美联储对于6月份的啊，就是站在今年的6月份给出的未来他们对于美国经济的一个预期。那么首先 GDP 这边，美国上调了整个2021年的 GDP 啊，从原来的上一次是 6.5%， 上调了 0.5%， 上调到 7% 啊，这个幅度其实不小了啊，你相当只有半年时间，你要上涨 0.5% 嘛，说明联储对于美国下半年经济的复苏是非常看好的。然后除此以外呢，经济在上涨，对吧？通胀涨得比经济还要多，你可以看到，在 PCE 这边3月份的时候，它的目标只有 2.4%， 现在呢涨了 1%， 到了 3.4%。 然后去掉这个能源和粮食之后的核心通胀，因为核心通胀和通胀之间的区别就在于什么？粮食和能源，就是我们讲的原油价格，因为这两个因子啊，它的这个波动性是不太可控，而且油价你可以看到波动性很大，对不对？所以呢，把这个两个因素剔除掉，剩下的这些美国通胀的这些分项也提高了 0.8%， 那么从原来的 2.2% 现在上升到 3%， 换句话说，都要比美联储的目标 2% 怎么样要来得更高。好，然后最后就是我们前面讲到的利率这边，今年还是保持不变，0%到 0.25%， 明年仍然是0%到 0.25%， 但是你可以看到，2023年3月份是保持不变，但是现在呢直接上升2档到了 0.6% 啊，所以换句话说，美联储一旦加息这趟车发车了，它的开车速度要比市场要想得更快。那么第4部分啊，就是我们前面也是提到的，就是美联储呢在这一次啊上调了 IOER 以及隔夜逆回购的一个利率水平，上调了5个BP。那么这个信息呢，当时我看啊，很多的这个网上的一些视频啊，包括一些文章啊，都解读了说，哎呀，美联储加息了啊。但是呢，我想告诉各位，不用那么的恐慌，因为它加息的部分仅仅只是一个什么叫做美国的一个隔夜逆回购的这样的一个偏向于货币基金市场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市场。那么这个市场它为什么会出现美联储要临时进行做出技术性调整呢？道理很简单，我们来看一下这张图表。这张图表呢是最近这段时间啊美国的隔夜逆回购的一个规模。大家可以看到，我们最近进入到6月份之后啊，是天天在创出历史新高啊。那么这个背后的原因，由于时间关系啊，给大家简单捋一下，有2大原因。第一个原因呢，跟我们3月份当时 SLR 到期豁免是有关系的。因为那个时候呢，我们都知道，去年的3月份啊，由于新冠疫情，所以呢，美联储推出了一系列的宽松货币政策，而且那个量是怎么样，非常非常大的，对吧？那么去年印了很多钱，但是现在呢，是不是在逐渐的在做出调整啊？因为当时是现金荒，对吧？然后呢，是这个需要流动性，但是现在反过来，现在是流动性太多了，对吧？那么当时 SLR 的一个这个豁免，就是相当于让这个银行啊，把更多的这些资金怎么样？去贷给企业，对吧？贷给这些需要的这些，包括民众，让他们去用钱。但是现在呢，是不是要把这个政策，哎，要相对于去收紧一下？因为如果你放得太宽的话，大家拿到这个钱都去啊炒房、炒股，导致通货膨胀变成资产泡沫的话，那么也是有风险性的。所以今年的3月份啊，它没有把这个政策再豁免。然后呢，银行这边，我们简单来说啊，银行以前它有一个指标。这个指标呢，要求他手上的这些现金啊不要太多，因为你一旦太多的话呢，它有一个 SLR 的一个标准，这个标准如果超标了，那么这些商业银行是要罚款的。所以呢，这些银行就怎么样？以后有这些机构啊，包括货币基金啊，包括散户啊，包括企业啊，要在他这边存款，要存现金的话，银行都不要啊。我说我不要，我不收，对吧？但是这些现金怎么办呢？我拿在手上是没有利息的，对吧？我肯定要想找一个地方，要么去购买一些别的资产，对吧？比如说美国的短期债券，虽然利息很低，但是呢仍然是非常安全的，流动性也非常好，对吧？那怎么办呢？当时美联储就通过 SLR 这个口子先把它关了，然后呢把隔夜逆回购的市场它的一个购买量啊，原来是大概300，就是每家单位300亿美元，现在提高到将近800亿美元，把目标抬高，相当于变相把这个水怎么样？引到这个隔夜逆回购市场。然后呢这个水啊引的太多了，就导致了怎么样 ?6 月份哎你可以看到现在这个情况，对吧？隔夜逆回购太高了，那怎么办？这个地方水太多了，那 OK， 我上调它的利率怎么样？我再进行一个调整。这就是我们这次啊利率水平我们再次提高的一个根本原因。好，然后我们最后一个看点就是鲍威尔这次新闻发布会。那么主要有3个重要的点啊，我给大家归纳了一下。第一个呢，就是我们前面也提到过的，就是疫苗的施打以及财政政策提供经济的复苏强劲的动能。那么受到疫情冲击最严重的行业虽然依旧疲弱，但是已经有了明显的改善。那么预期未来几个月在疫苗普及之下，就业市场将会出现强劲的改善。并且呢，在年底将会达到 4.5% 的一个目标啊，说明鲍威尔非常乐观啊，对就业这块。然后通胀的看法，鲍威尔认为呢，目前通胀上涨非常快的原因啊，主要来自于短期供给的一个短缺，以及去年刚才我提到过低基期的一个原因啊，并且列举了这个木材啊、核心通胀中的二手车啊这些因素，在短时间之内，未来会随着这个时间的推移啊，会出现反转。因此呢，他认为目前通胀回升只是短时期的啊，这是鲍威尔啊老大的一个观点。然后最后呢，记者有问到他说：“哎呀，咱们这次点阵图啊，到了2023年一下子要上调2码，这个怎么来看呢？是不是说明美联储马上要去采取行动了呢？”哎，鲍威尔怎么说的？鲍威尔说：“这个呢是参会人个人的猜想，他们之间呢没有进行一个讨论，对吧？就是只是每个人发表自己的观点，我们没有统一，所以呢我们不能怎么样去过度的去关注这个点，而是应该什么呢？”而是现在应该去更多的关注这个美国的经济数据，因为未来加息还是取决于什么经济数据的一个变化，对吧？那么目前鲍威尔也说了，距离这个就业最大化仍然还有很长的一段距离啊。那么以现在的状况来看呢，联储的这个官员先不考虑加息的问题啊，先考虑讨论每个月购债规模是否要发生改变，好吧？那么这个是我们讲的第5点。好，那么我们最后啊给大家简单的去总结一下啊。本次会议呢，美联储声明稿维持了经济不确定性的一个风险，通胀暂时性的因素回升，并且呢透露了短期保持鸽派的一个意向。不过呢，从点阵图来观察的话呢，点阵图出现了2023年中位数上调2码的一个情况。那么还有经济的一个预测啊，大幅上调通胀的一个预测来看呢，部分的委员态度已经出现了转向。那么下半年势必会开始讨论每个月购债规模的一个缩减的框架，甚至呢，如果通胀没有出现啊像预期的这样的一个高档的回落，那么很有可能货币政策还会出现一个加速转向的风险。因此，我们给大家总结一下，整体会议是以短期鸽派，但是中期已经转向鹰派来作为解读。那么从行情来看呢，7月底之前呢，每个月的购债规模加上未来财政部的一个放水。那么估计呢，一共会放出差不多3000亿美元以上资金，因此呢，美元的流动性大家不用去担心，还是非常充足的。不过呢，当时间序列进入到3季度的这个末啊，我们叫做4季度初的时候，届时美国的财政部将不会再大量释放资金到市场了，因为那个时候啊，美国财政部要面临一个什么叫做债务上限的问题啊，它不能再怎么样通过财政政策来拼命的去放水了。那么这个时候，配合着联储可能也要开始讨论每个月的一个购债规模的一个缩减，所以近期短端的流动性过剩，包括利率下行的一个现象将不复存在。届时压低美债收益率，包括美元的因素呢，也将逐渐消退啊。所以我们目前的一个观点就是，下半年看美元筑底回升，美债收益率走高的看法。那么届时风险资产投资的机会，它的一个成本将会逐渐增加。股市的行情延续难度也会加大，所以要谨防3月份啊，就是我们比如说我们现在目前判断是在7月底8月，然后8月到9月这段时间，有可能会出现3月份的这一波回调的风险，是需要大家去谨慎考虑的，好吧？然后最后啊，我们给大家分享一下美联储的一个时间轴啊，这张时间轴前面半部分。是1月份到我们的6月份啊，就是整个已经实施的一些重要事项，比如说呢，包括了啊，就是不再延长 SLR， 刚才讲过了啊，包括扩大这个隔夜逆回购的每天的一个交易量的一个上限，然后呢，在4月份呢，也是做出了很多的一个动作啊，包括把隔夜逆回购的一个购买的对象也进行了一个扩大，然后到了6月份这次啊，是正式的怎么样维持了这个宽松的一个政策，但是上调了 IOER 和隔夜逆回购的什么一个利率的一个水平，上了5个基点啊，这是我们之前已经过去的。那么未来怎么看呢？未来有2个会议非常的关键，第一个呢是7月底啊，这是我们下个月美联储的一个议息会议，但是这次呢是没有新闻发布会的啊，所以相比咱们6月份这次呢影响性稍微是小了一点。然后呢，重点啊8月份这次会议，我觉得这个更加重要，就是杰克逊霍尔，这个是全球央行的会议，除了美联储也会邀请欧洲央行、日本央行、我们中国人民银行的央行的行长都会来参加这次会议。那么过去呢，以前曾经出现过啊，在这个会议上做过多次美联储的重要决定的宣布，所以这一次会议啊，我个人认为啊，是下半年很有可能是释放美联储要准备退出 QE 的一个什么一个正式讨论点，或者是要去释放信号的一个关键会议啊，这是8月底的一次会议。好，然后呢，无论是哪个月啊，但是反正呢，就是今年到年底之前，大概率会释放出，就正式要去释放，要宣布我们要开始缩减了。但是正式缩减的行动肯定会是在明年初的时候启动。所以明年初，比如说1月份，美联储正式开始缩减购债的一个规模。然后呢，到大概缩2个季度啊，到了明年的10月份，就是进入到4季度，那么这个时候已经缩得差不多了。然后到明年就是2022年年底啊，或者说到了2023年的年初，那么这个时候要怎么样？要开始讨论是不是要开始加息了啊？所以先缩减购债规模，再考虑是否加息啊。时间点请大家把握好啊，因为每一次的这样的关键的时间点啊，对于黄金，对吧？对于白银，对于股市，包括对于中国的这些市场影响都非常大啊，需要大家密切关注。那么我也会在以后的节目里面啊，关于这些重要时点如果出现了，我也会像今天一样做出深度的一个专题给大家去解读一下，好吧？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第一部分，接下来我们马上来看一下第二部分，就是我们金谷堂在6月的这个半个月的一个业绩的一个表现情况。我们的资产组合，我们先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资产组合呢，一直是分成投资和投机2块啊。那么投资呢，主要是一些价值的蓝筹股啊，我们不用太过去关注它的一个价格，我们以像做生意一样，对吧？我们去做一些好的一些生意，一些靠谱的生意去做这个事儿。然后投机呢，进场点位就很重要了，我们要做出什么？我们要做出严格的止盈止损啊，我们要做好仓位的控制。那么根据投资和投机啊，我们在金谷堂的美股的股池里面呢，我们按照啊以下这几个标的啊，按照它的一个金额的一个占比啊，我们做了一个配置。那么我们也没有买满啊，我们还剩下 22% 的现金啊，然后呢去作为有更多机会的一个配置啊。那么我们来看一下整体的我们组合的回报啊，蓝色这条线，我们从5月27号啊，当时组合构建以来，那么我们的收益率你可以看到，其实是一直跑赢标普500指数的。那么蓝色的这个部分是我们的超额的一个收益率啊，所以你可以看到我们的超额收益率呢，差不多比标普要高4到5个点。那么这对于哪怕是华尔街这些啊这个机构来说都是非常不容易的啊，因为根据过去几年统计啊，仅有10%不到的机构才能够跑赢标普500的一个指数。好，然后我们来看一下具体的股池的一个表现啊，我们算了一下几个标准的一些指标。那么我们组合的整体的收益呢，是达到了 5.4% 啊，这是半个月的时间 5.4%。然后呢，标普的回报是 1.21%， 所以我们超额回报是 4.21%。夏普比例 11.3% 啊，我们的阿尔法的一个收益是 151.16%， 贝塔这边负的 0.08% 啊。那么换句话说呢，我们的这个阿尔法的一个表现是已经是非常厉害了。那么我们在夏普比例这边呢，是单位的风险所获得的一些单位的一个收益。所以呢，我们算上这个风险之后，我们每个风险的一个收益达到 11.3%， 那么这个水平大家也应该知道是非常不错的了啊。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我们组合当中的几个明星标的啊，英伟达在我们成本是560啊，然后呢这个还是我们周二当时统计的一个价格啊，是711，那么昨天已经到了750的一个新高了，那么累计上涨 27% 啊，就是半个月的一个水平。然后特斯拉我们成本价是570啊，5月底的时候进的，那么我们最新价格呢是在600出头嘛，累计涨幅 5% 以上。然后标普500我们买了一个 ETF， 就是SPY 啊，那么也是累计涨幅 4.55%。好了 ,OK, 我们简单给大家回顾完我们金谷堂的一个组合的复盘之后啊，我们进入到最后一部分，也是大家可能今天也非常期待的，就是我们的一个投资干货技巧的分享。那么刚才呢，给大家分享了很多我们金谷堂的投资级别的票啊，他们的一个收益非常不错啊，半个月平均收益在 5% 以上。然后呢，英伟达这样的票都已经涨了 20% 几了。那么对于这些不断创出新高的票，我们那些还没上车或者之前在观望，哎呀，觉得你们到底靠不靠谱啊，对吧？这个水平怎么样啊？哎，然后发现确实还不错。正准备上车的时候，发现哎呀，高得不得了，我该怎么办呢？OK， 今天我用我在去年3月份啊，就是新冠疫情期间跌得最猛的那一波，当时我的上车的一个策略，我来给大家分享一下。为什么呢？因为在未来啊，去年这波指数跌 20-30% 以上的这波行情，这是历史级别的啊。我们可能再去追溯的话，可能20-30年前，比如说2000年次贷危机期间啊，这个2000年科技股泡沫期间，2008年次贷危机期间都没有跌得那么惨啊。所以呢，未来比如至少在短期之内1到2年之内，美股是不会出现如此巨幅的一个波动的。所以这个策略如果在去年这波行情当中都能够赚钱有效的话，那么未来无论美股怎么来一个回调，我们都能够把这个策略怎么样给复制出去。好，那么我们简单啊给大家去分享一下这个买入方法，叫做金字塔买入法。那么金字塔，我们首先啊，这是一个金字塔的一个形状，对吧？那么这个金字塔它的1、2、3、4代表什么呢？它代表我们每次进场的一个仓位的占比，它按照一个金字塔来划分。比如说我们这个金字塔按照4层仓位来划分，金额从大到小，1、2、3、4。比如说1%、10%、20%、30%、40%，我们加在一起就是100%，明白了吗？这是仓位占比。好，那么仓位占比学习完之后，接下来我们该以什么样的指标来进行进场呢？这边给大家做一个价格参考的指标，叫做乖离率，叫做 BIAS。 那么 BIAS 是什么意思呢？先看一下定义啊，它代表当日股价的收盘价格和移动平均线的一个差距，以分析股价偏离的程度。那么正乖离指的就是怎么样？就是我们的一个股价高于移动平均线，叫做正乖离。那么正乖离越大，我们就表示可能会出现一个超买的情况，它有可能会出现下跌的压力。那么负乖离就是反一反，对吧？负乖离代表什么？代表超卖，说明它会有一个上升的动能，此时股价将会有一个向移动平均线靠近的一个什么调整的机会。好，那么我们再用图表给大家看一下。那么这边呢，比如说我们用的是这个 NA3 啊和 NA6， 就是比如说3日均线和6日均线，然后这是 K 线啊，然后呢我们可以看到，当 K 线和我们的均线之间啊，收盘价和均线的一个价差，下面有个指标，看到没有？红色的是3日的乖离率，然后呢，白色的是6日的乖离率，它这边都给你算出来了啊。一般软件，我们的看盘软件都会自动给你算这个功能的啊。所以这个是整体啊，什么是乖离率，以及我们该怎么看。好，学习完之后，接下来啊，我们用实际的一些案例来给大家分享一下，这都是在去年啊，我们用去年3月份这波下跌的一个案例来给大家去讲解的。那么首先，我们用纳指啊，纳斯达克指数，你可以做 ETF， 也可以做期货。假设呢，王总啊是个土豪，对吧？有500万的资金，他呢采取比较保守稳健的原则，就是保留现金 50% 啊，就是我这 50% 是不参与交易的啊，我只用另外 50% 来做交易。那么我们按照用月线乖离率 5% 作为间隔，什么意思呢？当比如说第一次出现乖离率 5%， 我们选择进场第一次。当第二次出现乖离率 5%， 比如从 5% 拉大到 10%， 我们进场第二次，再往下拉到 15%， 进场第三次，到 20%， 我们进场第四次， OK， 就结束了。所以当时它分了4次价格来买入，我们采取金字塔的一个方法来操作啊。那么这边给大家看一下，为什么我们选取4次啊？就是4次差不多就是 20% 嘛啊，道理很简单，因为历史上啊，你可以看到纳斯达克的乖离率超过 20% 的，一共就出现过啊，你从1992年到现在为止啊，就30年时间里面就出现过3次。那么换句话说呢，月线级别 20% 以上的乖离率就相当于是一个历史的一个极限值了啊，就不会比这个再来的更大了。那么也就是说，我们以 20% 作为一个极值来做。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分别是在这一次啊，这个位置进第一次仓位，这个位置进第二次仓位，这个位置进第三次，然后这个位置进第4次啊。下面是乖离率啊， 5%、10%、15%、20%， 我们来进场。好，那我们来算一下，我们第一次进场价格在 9000 乘以 10%， 然后呢这个 8100 乘以 20%， 然后乘以 30%、40%， 依次类推，算一个加权平均价格，所以我们的成本是在 7500 点。然后呢，在当时我们去年当时的这个水平来算的话，是 8943。减掉 7500 再除以 7500， 所以当时的收益呢是19.27%， 将近 20%。 你这个单子如果拿到现在的话啊，我们有1年多的时间，现在是14200，减掉 7500 再除以 7500， 我们现在的收益是 89.33%。 大家注意啊，这还是只用了1半的仓位，而且呢我们还没有算上杠杆。如果你做的是纳指期货的话，那 OK， 你的收益将会是达到多少？你就算乘以10倍杠杆的话，你也达到了将近多少？你也达到了将近 890% 啊！这个就是这个方法的一个什么买入的一个暴利啊，就是又稳，收益也不低啊。那么这个是指数，接下来再给大家去分享一个个股啊，大家非常熟悉的，分享一只港股，就是腾讯。我们在腾讯同样用的是去年啊3月份当时这波大跌的一个情况啊，我们假设有个普通的一个这个上班族叫小安，他有50万的资金，采取同样稳健的这个保守的一个原则，用现金 50%， 用 10% 的跌幅啊，就刚才是分享的是乖离率嘛，那么我们现在再简单一点，我们就以跌幅来算，我们以跌 10% 为间距啊，我们一共它最多跌 40%， 我们怎么样？我们就不加仓了，所以我们同样分4次买入， 420、378、340、306， 采取金字塔的一个加仓的仓位。好，然后呢，这个是去年当时腾讯的一个股价啊，然后我们同样给大家算一下，我们4次的进场的加权平均价格是在啊，我们只进了3笔啊，因为最后 40% 它没有跌到那个位置。啊，就是跌到 30% 就停下来了，所以呢，就算 30% OK 没关系，我们就买3次嘛，对吧？那么我们的平均的一个成本是在366，那么大概我当时算的第一次啊，是在去年的差不多7、8月份的时候啊，也就过了大概1个季度，当时价格是在421减掉366，然后算出来是赚了 15%， 然后呢，你要拿到现在的话，600块钱。减掉366，对吧？我们除以366，现在的收益就是64%啊。就是说，从去年的3月份，当时如果你就开始做腾讯，开始怎么样用金字塔加仓来买的话，你的收益能达到64%。我给大家讲这个目的是什么呢？就是未来大家很多朋友恐慌啊，觉得价格很高，对吧？比如说我拿英伟达来说，现在750块钱的价格，你觉得未来可能会大跌啊？但是呢，没关系，我们假设你的判断是正确的，未来美股就会出现一波大跌。但是跌幅它不可能比去年新冠疫情来的更糟糕吧？当时的基本面多差，对不对？所以这次的跌幅肯定要小于当时的一波大跌，对吧？比如说当时是跌 30%， 这一波跌 15% 到 20% 最多了，对吧？那你就可以利用什么？这一次的一个金字塔加仓的这个买法，只要它跌了，我们按照无论是乖离率还是涨跌幅这2个指标，我们都可以怎么样如法去炮制这样的一个买法。而且呢，你担心自己啊，如果是自己怕自己没有上车，因为我们的金股堂的这个投资级别的票啊，当时都给大家这个概念什么呢？什么时候都可以上车啊，因为我们是用长线来做判断的，对吧？所以呢，你哪怕你现价买，就比如说你现价就用 10% 进第一层仓，未来以第2次作为基准，我们是不是仍然可以有3次加仓的机会啊？而且加仓的比例是不是越来越大？没错吧？那么最后你的成本也会摊得很低。那么只要怎么样？只要我们的大盘没有出现，对吧？比去年新冠疫情，比2000年科技股泡沫来的更大的跌幅，那么这次你同样是不可能赔钱的。大家明白我的意思吗？就算出现了更大的跌幅，我们买的是股票，不是期货，只要你不是借钱的，拿住了这些价值投资票，是不是也可以回来？懂了吗？所以这个操作的方法非常适合美股，就是长线看涨的这样的票啊。所以这边呢也给大家去总结一下，中长线金字塔买法适用于左侧交易。但并不是所有的投资品种都适用的，比如说我们去年跌成负油价的原油期货，如果你用金字塔加仓，最后你赔的1分钱不剩，还得倒欠银行和交易所钱，没错吧？所以呢，我们要尽量选择什么基本面非常好，然后呢财报健康，并且有稳定配息的蓝筹股。那么这个标的在美股是最多的，或者呢基本面处于景气周期的一些什么。一些这个品种啊，像最近的这段时间，这个能源，对吧？原油涨得非常非常好，对吧？能源包括半导体都是属于这样的一些品种，大家都可以进行参考的，好吧？那么由于时间关系啊，以上就是我们今天啊，我们富帅每周谈第2期的节目。那么希望大家能够好好学习，然后呢，把我们学到的东西啊，在我们之后的战队的交易当中，包括你自己的一个个人投资当中，能够有所收获，好吧？那么我们下期再见，祝大家周末愉快。